三名家乡的学生，我们的主题是圣诞礼物去哪了。这是我们的手偶，它就是可以，就是这是我们的第一关，它是主要是由迷宫以及拼图的方式呈现。然后我们这是我们序列星星圣诞树林，就可以找到我们洞穴的入口。接下来呢，就可以转动我们的转盘，转到黄色钥匙就可以前往开关。然后呢，找到相对应的颜色，把它贴上去，就可以拿到所有的就是关卡的吊杆，然后之后就可以前往下一关吊礼物的地方。我们会有图卡，然后抽到各种颜色的图卡，就把礼物都吊起来。之后呢，就是放进礼物袋里面，做对，看它的花色去做对应放进去。之后呢，圣诞老公公都收集完所有的礼物之后，他就是要让小朋友摸摸看各种礼物的感觉，所以我们有触觉的感官，可以让小朋友摸摸看是什么。然后呢，从这个袋子里面找出跟他触觉一样的，然后把它贴起来。一、二、三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你们俩。